地图是安特奇姆要塞，是一张很大的地图，双方出生在对点啊。很多家长都带孩子去澡堂的呀。哦，那里环境是蛮好的。右下方蓝色的就是来自 IM 战队的 Squirtle 啊，左上方就是红色的来自 SKT1 战队的 Classic。对，反正这今天我们看到的画面啊，会重复很多次，对吧？一共要重复五场，嗯，五个波三。对啊，全部都看 PVP。那不如我们就挂在这里，我们就去玩吧。哎，不，火博士在吗？让火博士来。火博士估计也会跑路的，都会跑路，啊、你知道吗？你不是每次这种情况，大家本来都猜你今天可能会又让火博士来顶，不会、啊，我不是这种人，啊、我不是一个会逃避很难看比赛的人，是吗？对呀、啊，哦，我什么比赛都播的呀，哦、我连那种水友赛我都可以播的，哦，这些都不是问题，哦，问题是在于有时候我会很忙，哦，突然间你就说，哎呀，今天实在太忙了，播不了了。哎，我是真要开会啊！那天我是真开个很重要的会，哦，虽然我不能告诉大家是什么会，但是真很重要，所以说我们就没有时间来做这个事情。啊、好，两边开局啊是殊途同归啊，这个 Classic 是先开 RGD 再出凤凰，嗯、再出 VS， 然后 Squirtle 是先造 VS 再出 RGD， 这样一来的话呢，我们看到 Squirtle 就占优势了。是的。反正今天是三个 SKT1 的选手啊，嗯，来干他。在 IM 的科隆站的韩国区域选择上面 ，Classic 是2-0赢的 Squirtle。嗯，这边下面有个板子的，但这边你们可能是看不到，你们只看得到我这张脸。嗯。怎么说呢？我觉得 Classic 这位选手，哎呦，不就侦查一下吗？你不要那么紧张啊！我告诉你，打到这个时间点啊，一个农民跑进去，那是巨大的失误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要强势母舰核心？这不可能！哎呦，本来开局挺有优势的，这不作不会死啊！好，也是保护，只死了一个。这样的话，他就毫无优势，甚至有劣势。本来你老老实飞进去，你杀杀农民，是啊，蛮好的。他要作怎么办嘛？这游戏就是作死，这人口就一直落后了呀。嗯，哎。这没办法，你作被搞就没办法了。你要是直接第一时间往里飞，看看队友什么科技就算了，你还要跑对球路口去骚。我觉得今天会不会创造我们接受收视率最低纪录？那又如何呢？我说会不会？我在想、啊。哎呀，以前有四 T 的时候一样很低的呀。你知不知道我们最低的 GSL 的视频点击大概就3000多还是2000多？那么惨？对呀、啊。那为什么呢？同族大战大家都不喜欢看、啊。嗯。就比如说你四 T 大战的时候，四 Z 四 T 都想死，对吧？比如说你四 T 大战的时候，就是神族跟虫族玩家就不高兴看了。嗯，如果你是四 P 大战呢，是人族跟虫族玩家就不高兴看了。没有，神族玩家也不想看，神族玩家也还也不就看着看着就看两场就会走人。嗯，我们懂的呀，这种东西。反正现在大家拼凤凰嘛，有人要准备，两个人都准备升射程。嗯，拼吧，拼吧，拼凤凰就没有任何的。没有任何好说的，因为打到这个情况下、啊、连谁都不敢出手。现在两边都是靠什么呢？靠幻象去看对手有没有停。对，哎，你还在造凤凰、啊、那就行。我只要知道你还在造凤凰，我就我也在造凤凰，我也在造凤凰了。就只要确定这一点，其他的什么都不用说了。然后也不要出手，因为你出手啊，你就可能遭中。那么远你飞过去，反正今天我们要把这个神族的内战的各种战术啊，估计都要看一遍。嗯，是吧？什么三 V 三 BG 啊？什么引刀啊 ，VR 呀、啊，嗯，凤凰啊，这种兵种都看得到。这边我们看到 Squirtle 是把这个二框后面的视野打开啊，他在怕，为什么呢？怕自己一出门呢、啊，对手就有一波凤凰飞到自己家里面把农民一杀。哦。然后对手家里面有大炮台什么之类的东西防住。好，继续幻象，继续走。他一定要确定对手是在造凤凰，而这边 Squirtle 呢，就有点好像就无所谓了，他就我就是爆凤凰啊。嗯。好，有个人不能忍的 ，Classic 不能忍，先飞一下。对，但是飞这个东西啊，没什么意义。飞过来，抓个农民也行吧。本来这个农民呢是想去看对手三矿的啊。对，风风侦察也可以。三 vs， 嗯，傻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的，就跟吃了炫麦一样，根本停不下来，你也不能停，因为凤凰出了，我们说过出了四个以上以后啊，嗯，你这个时候再想转任何的地面都来不及了。你们气不够的。
神族的这个地对空火力，如果是靠追猎的话，实在是太垃圾太糟糕了。嗯，你根本就不能停啊，你只能靠凤凰来对空。这两个对对 A 啊，到时候我们看谁的凤凰聚得更好了。对，由于凤凰的这个攻防是互相克制的，就是它本身是轻甲，打轻甲也有加成，所以说这个对拼啊，有时候会比飞龙对拼更凶险，因为凤凰在移动的时候，它可以无脑攻击啊。对，飞龙对拼嘛，你还可以就是有机会跑。哎，第一可以跑，第二是你的那个叫什么，你不用对剧团啊有什么要求。然后防空塔呢，防飞龙呢，还有一个缓冲。对，这个神族的这个防空塔，在面对凤凰的时候，两三个像这种级别的凤凰，那一般是没什么用的。是的，有人下了 VC， 哎呦。Classic 直接走 VC 了，对，因为他三开以后，他可能考虑到这个，气可能会有些充裕，他在保证两 VS 暴风的情况下，想走一点提速差之类的东西。但是对手走的是三 VS 哦，他有 VC 科技，如果他转白球的话呢，未必会亏，不一定转得出来啊。嗯，对手在你，他看着三 VS 了，应该是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 Classic 呢想以巧取胜，他觉得呢莽去跟对手莽凤凰胜算不大。嗯。这边转虚空了，嗯，虚空是起到一个在凤凰对拼里面起到一个肉的作用。对，这边应该是想转白球闪电 ，Classic 转白球闪电，而这边 Squirtle 转的是虚空凤凰。那理论上来讲呢，出这个白球闪电的要猛一点，应该要猛一些，因为毕竟是有地面。但是呢，这张地图由于是地面，有 timing 的中间，就有 timing 的，对，你的凤凰不一定打得过。如果凤凰是拼不过对手的话。这边还好是对手没有硬敢硬来，不过这时候硬来也不行，为什么呢？即便你的没多几个，即便你的凤凰是占优势的，但地面它有那个哨兵开盾，嗯，凤凰对拼里面哨兵开盾的话，可以减少四点伤害，没错的。四 VS， Squirtle 就空军走到底了。对，这个时候啊，如果他有觉悟的话呢，他不要再出虚空，他是这个时候出航母带风暴。嗯，航母带风暴，神族即便有三攻三防的地面，打不过内战。就算你有闪电有白球什么，根本打不过啊。这个是经过我血的教训，两百人口对拼，完全打不过。满以为信心满满的出去。我一开始是想试一下，看我三攻三防比他快嘛，然后我带闪电，我看看能不能拼得过，根本打不过。DPS 完全不在一个档次。他是选择暴虚空，暴虚空就有极大的隐患。什么隐患呢？就是闪电电成马。被闪电电成马，这个是虚空不能解决的问题啊。这个航母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。航母就跟大龙一样，不是很怕闪电。是的。而且航母打追猎还是比较给力的。对。航母主要是怕天空的东西。对，航母就怕风暴、火化、围巾、虚空、风暴这些东西。因为它的这个 DPS 输出没有什么 AOE 的效果。对。四 VS 爆凤凰似乎还没有别人两 VS 多，因为他停了呀，他出虚空去了，他出虚空去了。如果只拼空军，他是不虚对手的。对，那就看这波地面到底有几个球。如果来个六七个球，现在是什么问题呢？三个球不够，就是 Classic 的空军凤凰绩效比对手多，他绕着对手虚空把对手凤凰打光以后，剩下的凤凰会剩很多，然后你的虚空还打不过他的凤凰。对，这个我觉得 Classic 的兵种组合要比 Squirtle 可能合理一点。Squirtle 如果早点转航母，这个时候已经有四个航母了。对，来看看吧，看看这一波，还是看阵型。我觉得航母多，就是这个时候，我觉得地面就放七八个堡，把我的航母拖成型，再给你打。主要看阵型这一波。来了，空军就没什么阵型好用，就看地面。地面这边是靠剑指诀，一看这个剑指诀、啊，先开一开，这个应该是 A 不进去的。嗯，这个剑指诀做的比较的猥琐啊，这个、应该 A 不进去。白球展不开，你从另外一边过去，从另外一边。他还要坚决的 A。啊，这个就有可能会导致他一失足成千古恨啊！被虚空直接一波戳死，两攻马上要好了吧？这是两攻应该是。对对对，是两攻马上要好。带绿光的是两攻。好，这边来了，凤凰先打，看看这个虚空的充能有。白球火力全部输出，充能没有用，对，没有用。好，打平了，果然是刚不住啊！白球还是刚很多啊！好，现在剩一波插把你三基地给插了，这怎么办？利用这个高台啊，想利用高台阵型好一点，但是还是没用。白球输出了，摸上来了，白球摸上来了。现在空军是把对手全部解决掉，但是你抬不了白球啊。地面他可以给你全部杀光，他可以把你的基地啊、农民啊全部给你插。这边 Classic 还有四个球啊，也没有操作啊，他这个插是卡在那个三矿，不过没关系，这个打残局啊，地面肯定是要占优势的。对，你就剩几个虚空没什么用，接兵的能力是完全不在一个档次，所以我们说还是 Classic 的这个兵种组合啊，会占一点优势啊。转虚空这个真的是有点
就你既打不过凤凰又打不过地面。是的，转虚空其实是真的是不合理。他即便在这个时候不出航母出风暴都比出虚空好。对对对对对，为什么呢？出风暴我就做建筑，就做建筑岛，后面阴你嘛，哎，我就放地堡做建筑，这个你就拿我就没办法。但是他这个出虚空，虚空这个东西呢，你想打叉加白球一点用都没有，所以说主力输出就是靠这个闪电白球，你这个有什么用呢？这场比赛只能说这个Squirtle啊，就跟我那天一样，他想试一下看这个到底打不打得过，是吗？啊，实战就是这个就完全打不过突发奇想出了一波虚空。哎，有时候你不 A 你也不知道到底打不打得过。对，因为平时这种对抗其实不太多的。嗯，建议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转你就转航母，对，航母也不怕这个凤凰，很厉害，航母打凤凰。是的。第二张地图是延寿，那Squirtle选这个地图可能就想快点打一波啊，解决。嗯，就我们也是很支持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啊，快点的再打一波。你想这个憋凤凰两边憋了半天，最后一秒钟就还是一秒钟打完。哎，这个就如果我们看了十盘这样的比赛，那我们就再也不会看 PVP 了啊。不，有你要看的话，这个没有办法，他只能看。没有啊，我们可以把麦一放，我们就看着。嗯，我们用无声的抵抗来抗议他们这样打 PVP。哦，延寿这张地图确实打得会很快。嗯，延寿就是一张一般来讲主动选人延寿啊，大部分都是要打快速的三命。对，是否极限呢就要看这个他们的一些兴趣爱好啊。嗯，其实 classic 才是这个不动声响的，对吧？加入了 SKT1 之后其实水平挺高的这样。嗯，